来开家长会的，这位同学留了十五集了已经，已留了一百多集，两百多年前就已经。随着十一月过半，大批综艺节目如约回归，《再见爱人三》已经接近尾声，《王牌对王牌》和《花儿与少年》前后脚开播抢热度，从开始录制便广受关注，频繁登上热搜的《奔跑吧特别季》也已经完成第二阶段录制，节目于十一月十三日正式官宣定档，不日便会上线与观众见面。 众所周知，跑男曾与极限挑战、向往的生活并称三大国民综艺。但随着时间流逝，极挑原班人马被大换血，节目被改得面目全非。向往第七季后主动停办，以此应对年年下滑的口碑和收视率。唯独奔跑吧撑了下来，并且还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尤其是顶流蔡某某的翻车，为跑男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大仙回忆杀的同时，让很多人重新关注起了这档节目，以至于特别季未播先火，一经录制便引起超多人的关注。不仅每次录制都会被推上热搜，兄弟团所到之处也会吸引到大批路人围观，大家对节目的期待程度不言而喻。俗话说，好饭不怕晚。最新一季《奔跑吧生态篇》终于官宣定档，官微发文：“跑男团已准备完毕，寻自然之序。” 与万物同行。十一月十八日起，每周六晚八点二十，一起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为生态助力吧！正式官宣节目首期开播时间，时隔多月再度与观众见面了。除了宣布播出时间，《奔跑吧》还发布了本季全员大合照海报，总共有七位老成员回归，分别是李晨、郑恺、周深、白鹿、范丞丞、沙溢以及宋雨琦。 再加上全新加盟的时代少年团成团张真源，本季受邀参加录制的常驻嘉宾总共有八位，元老级嘉宾杨颖并不在列。通过海报可以看到，八位常驻全员身穿粉色系服装，温暖又时尚。往季都是李晨和杨颖被安排站在 C 位，但这次杨颖缺席，替代他站 C 位的并不是郑恺，而是后期加盟的沙溢。 不得不说，如今从第一季留下来的嘉宾仅剩下李晨和郑凯了，节目组却没让郑凯占 C 位，反倒是让沙溢上位，还是比较令人意外的。除了海报站位，杨颖的缺席也备受关注。之前粉丝嘴硬解释其缺席是因为形成冲突，还表示杨颖仅缺席第一阶段录制，后续是会回归的。但目前节目官宣都没有带杨颖。 显然他受风马秀事件影响，遭到大批网友抵制，即便是与其合作多年的节目，也不会冒险邀请他了。而节目组态度也很明确，全程官宣避开杨颖的名字，李晨和郑恺也仅按照节目给的要求为节目做宣传，全部成员避谈杨颖，避嫌的态度非常明显。都说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难，如今杨颖就是一个烫手山芋，谁沾上谁倒霉。 李晨等人与其撇清关系也是情理之中。正式公布将于十一月十八日首播，这款老牌热门综艺节目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生态篇是《奔跑吧》的特别季，将以环境和生态等多个主题为核心，策划更多富有趣味性、科普性和思考性的行动。在嘉宾的引领下，我们将会全方位的体验到生态的变化。 李晨和郑恺两位元老级功勋再次加入《奔跑吧生态篇》，全程参与录制。作为跑男的代表性人物，在邓超、陈赫和鹿晗等人退出后，李晨和郑恺成为了节目的标志性常驻 MC。尽管在《奔跑吧》的上一季中，李晨已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且在没有了邓超后，他的个人魅力和幽默感也显得不足。 但他的力量担当和大黑牛的称号仍然使他成为了奔跑吧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上一季中，郑恺的镜头明显减少，尤其是在没有了和杨颖的周五 CP 以及年龄和体能速度的劣势下，他还需要为范丞丞等新人担任配角。然而，郑恺始终把跑男放在第一位，他的勤勤恳恳和付出也让他成为了一个能够给人带来惊喜的人。因此，李晨和郑恺的回归。 对于奔跑吧的秦淮党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周深也全程参与了生态片的录制，他曾在前两季中加入。作为一个歌手，周深从开始的拘谨到现在的综艺感十足，带给我们许多惊喜。在先导片中，他的状态非常好，让人对他在生态片中的表现充满期待。此外，奔跑吧还宣布了宋雨琦、张真源、邓恩熙。 蒋龙、唐九州、魏大勋等众多飞行嘉宾，他们都是老朋友了。根据之前的路透，孟子义和蔡文静也会参加后续的录制，而另一位常驻 MC 白鹿则在后续几期中出现。全新的阵容充满了青春活力。细心的网友可能注意到，杨颖这位从未缺席过《奔跑吧》任何一个篇章的常驻 MC。 此次的官宣阵容中，并未出现他的名字，也没有任何路透显示他会参与，因此他的身影完全消失无踪。据称，杨颖由于档期冲突无法参加录制，但事实上，由于观看 Lisa 风马秀而被全网禁言，杨颖已经成为了一位高风险艺人。他的参与度不仅在前几期中会受到影响，而且已经完成录制的整个生态片也不会有他的身影。 甚至后续全新一季的《奔跑吧》是否会让他回归也还未可知。据坊间传闻，杨颖可能因为风马秀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波，已经被《奔跑吧》节目组开除。杨颖是跑男最长久的常驻女 MC，期间无论迪丽热巴、宋雨琦还是现在的白鹿加入，都无法动摇她的地位。凭借出色的综艺感。 杨颖成为了《奔跑吧》最受欢迎的常驻嘉宾之一，让人深感唏嘘。然而，这次杨颖因为自己的愚蠢行为受到了全网的软封杀，这也是她首次缺席《奔跑吧》的录制。这对她的知名度和节目带来的负面话题和影响可能会非常大。这可能是杨颖在“疯马秀”风波后受到的最严重的惩罚。虽然面对多位擅长搞笑、具有高人气的成员缺席， 奔跑吧还是保留了核心力量，并迎来了新血液。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杨颖和白鹿未能参与，但宋雨琦回归确保了跑男团仍有女性视角与元素。接下来谈谈新加入第二轮录制的嘉宾们。魏大勋作为一个青年演员以及综艺活力四射者之一，他的加盟被寄予厚望。 不过范丞丞缺席，使得两人无法在节目中火花碰撞，让部分观众感到小小遗憾。显眼包的合体或许会在未来某个时候实现。此外，还有张真源这样可能被力捧为年轻代表性人物的新面孔出现在节目当中。他凭借自己独特魅力与努力，在娱乐圈逐渐占据一席之地，并有望在二零二四年成为《奔跑吧》常规季固定成员。至于节目播出方面， 《奔跑吧两千零二十三特别季》预计将于十一月下旬开播，并可能同国内某卫视联动进行跨年节目安排，给观众呈现更多精彩内容。展望未来，《奔跑吧》还将有第三轮录制等待着我们。每当一个环节结束后，总会引发广泛猜测，究竟哪位明星会加入这个充满快乐与挑战的团队？粉丝们纷纷把自己喜爱明星投入到虚拟名单里头。 并通过社交平台进行推荐和讨论。最后不得不说，《奔跑吧》作为中国综艺界持久耀眼存在，已经走过多个春秋。它不仅见证了无数艺人们闪光点，也陪伴着观众度过无数欢声笑语。在今后，我们相信《奔跑吧》会继续坚持其初心，不断刷新自我，用全新姿态迎接每一个挑战，给予我们更多意想不到之喜。 综艺节目《奔跑吧两千零二十三特别季》的成员阵容于六日正式公布，共有十位明星加入其中，包括了四位原常驻嘉宾。然而，在这次更新换代中，也发生了一些让粉丝们感到遗憾的变化，如杨颖、白鹿、沙溢和范丞丞等因不同原因未能参与录制。尽管有多位人气成员缺席，但节目仍保留了核心力量，并迎来了新血液。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杨颖和白鹿未能参与，但宋雨琦回归确保了女性视角与元素。新加入的嘉宾中，魏大勋和张真源备受期待。节目预计于十一月下旬开播，并可能与某卫视联动进行跨年节目安排。展望未来，《奔跑吧》还将有第三轮录制等待着观众们。作为中国综艺界持久耀眼存在。 奔跑吧见证了无数艺人闪光点，并陪伴观众度过无数欢声笑语。相信在未来，奔跑吧会坚持初心，不断刷新自我，迎接每一个挑战，给观众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喜悦。